老公跟我早起也不让我早起吼，你搁白今日出车，你出门是要甲你阿姐两百年病都对啊。我冇甲你讲过要载老伙去宝来洗温泉啊，啊你袂当巧哦。是你家讲你中昼会电的，啊中昼到几点我也知，一两点嘛是中昼啊。啊你讲下晡五六点嘛下晡啊，搁有差几几点钟哟？奇怪呢，家无讲有清早，即摆是要搞回啥啦？舒服。规工干来遐碰碰碰，三顿爱才有时间食啦。你放的哦、喔。上好阮做司机，用照三顿就摕食饭啦。志言嘛，那个不是油门，你这样按哦、喔，电梯也不会跑得比较快。哼。够糗！我说你们两个、喔、要吵就回家吵，不要在小孩面前吵，很难看。